医生哦，知识分子哦，还是这个老师，就是要教育伫台湾遮的下一代。结果伫二八当中，拢予中国人害死足济哦。遮1947年吼，《纽约时报》嘛对二八大屠杀的报道，啊，即拢当场就甲你拍死啊！啊，伊若枪杀，你像拄啊即张吼，即张即当场拍，你若伫 Google 去看吼，你甲看只影片，你就知影，伊脑内白白迄拢是脑浆啊！吼，拢当场枪杀，吼，啊，即是足残忍。后来就是1949年，吼，即个5月19日暗时12点开始实施戒严。即个戒严是全球上长的戒严，吼，38年过56天，上长的戒严，全球内底上长的戒严，吼，叫做白色的恐怖，吼，这就是戒严，吼。后来1949年6月15日，将台湾的旧台票换做新台票，是40,000换1元。哦，当我讲到这个时阵，我伫这个3年前，哦，应该较无3年啦。我伫高雄州做这个副秘书的时阵，哦，我伫这演讲的当中，啊，住伫高雄这个凤山哈。黄山一个奥利桑，应该是要90岁啊，85岁去。迄阵伊就起来讲，足激动诶！伊讲我迄阵换两部地钱，换两项物件。即两项物件啥物物件？一卡是煮菜诶鼎，一卡是煮饭诶鼎，换即两项尔。换两部地钱诶，40,000换1元，你甲想，那一进。来甲算1,000,000换偌济，换250块尔。你若想看伊两部地钱，呾换一个煮菜的鼎，甲一个煮饭的鼎安尼。你若看迄阵是偌恶劣吼，包括你若有伫食薰的迄个薰草，吼，伫较早，咱伫庄卡啦吼，伫屏东啊，伫宜兰，迄阵拢有种薰草无吼？薰草啊，即嘛。迄拢爱起薰仔厝，啊！迄阵个薰仔厝拢用土角、土，迄黄土个土角起起来。迄阵吼，起薰仔厝，阮大伯甲阮二伯无钱，啊！伊甲阮舅公借钱来起即个薰仔厝。结果40,000换1元个时阵，伊有甲阮讲讲，两只鸡互伊。起迄两个薰仔厝嘛，爱开足侪钱。啊，两只鸡啊，互阮舅公尔，吼，就是迄阵诶，40,000换1元，吼。过来，伫迄阵战争吼，战争即个零式战斗机，吼，即个战斗机非常诶轻，啊，伊是安怎做诶，吼？那伊美规诶规格，伊是规只拢总是铁啊。但是日本，伊是用这个浆，这顶边是用茶，吼，啊，所以讲较轻，啊，但是较袂容易，吼，动枪支啊，枪支拍得更贵啊，吼，啊，这个零式战斗机的由来，吼，就是因为伊纪念黄治，吼，2600年，就是昭和15年，吼，所以来命名。诶，这个战斗机叫做零式战斗机，哈。啊，这个伫咱这个时光走廊，咱也有看到，咱也看到。这是2014年，哈，诶，10月20日，伊咱每一年对2011年开始，咱每一年拢有去这个日本，哈，天皇遐来住宿，伊日本天皇这个。闽人天皇是生日是12月23日，吼，啊，咱12月20日去，咱拢会去靖国神社，吼，
祭拜咱的英灵呐、啊，咱的英灵有39,100个伫内殿，哦，内殿哦，不是外殿。啊，等下我会来讲，内殿不是普通人会当入去，吼、哦。啊，这个是伫这个昭和的年前吼，咱有要来祭拜。哎、啊，刚刚好拢落雨，落雨落足大，啊了后过一阵吼。哦过一段时间，咱落暝暝啊时，咱当落。啊，祭拜完了后，出来，因遐工作人员拢90度的鞠躬，吼、哦，甲咱敬礼，吼、哦。这是希诺器，这个所在是德川家康住的所在，吼、哦。啊，这是希诺器，吼、哦。希诺器咱知影啦，吼、哦。就是迄个快乐吼，希诺克加这吼，伫咱的时光走廊，咱有看到，这个就是靖国神社的大门，啊，这拢是原木。后年、后年啦吼，每年就满105年啊，吼，加多105年，这拢是原木。足香诶，哦，啊，这是咱台湾阿里山找过，啊，毋是用船运过哦，伊是放伫水底，啊，顶铁顶顶诶，啊，用钩啊钩起来，用丝啊绑起安尼拖，因为迄柴火有机，哦，你若倒来无浸水啊，会容易歹去，会泛去，啊，所以讲伊经过海水安尼不落江。啊，运转去到日本，迄、那个当中，迄、那个机拢用海水来浸掉，所以讲，拢藏足久吼，包括靖国神社，这个是外殿，吼、哦，啊外殿的内面是内殿，但是袂当单对外殿安尼行入，吼、哦，这个是日本天皇，吼、哦，因为。日本天皇伊是一年只有祭民众两届，第一届就是伊生日12月23迄天，过来就是因个过年啊，吼、哦，过年就是初二，拢总是算西元，咱则无咧算，像因讲算啥物农历年，吼、哦，啊咱即前了后，咱则会改过来，咱会改过来。因为风俗就是讲，天皇只会当仰上头顶较悬尔，其他皇后、皇太子，吼、哦，这个是德人，吼、哦，这个、皇后，这个、是文人，吼、哦，啊，这是大汉祖囝，吼、哦。因为咱那去啊祝寿的时阵，咱台湾民政府拢是伫天皇，吼、哦，这个是防弹玻璃。这是防弹玻璃，拢伫个30公尺，吼、哦，咱着看会着啊，吼、哦。啊，这是旧年过，吼、哦，旧年阮过，吼、哦，啊，伊这个是应该是雅子，吼、哦，这第二个本人的第二个祖囝，吼、哦，啊，咱拢伫个头前尔，来。咱即嘛，咱来看，即个是前边啦吼，前边，啊因日本人就是拢伫前边会当祭拜尔，啊咱就是后边，即个是后边吼，啊咱后边要对过，对家，吼，即有一个会议室，就是一间会议室，啊对即、這个，即有看到青青哦的树啊，即有一个门，就是经过对家过。啊，遐有一个母子神，迄、那个门，我伫壁到我遮来看，吼、哦，伊遐有两片板门煞片，啊，就是对遮行落，吼、哦，毋是像拄啊对遐吼、哦，对这个行入，但是当阮出来的时阵，伫内底拜拜吼，啊出来了后，因的民众会看到咱来干，你行入，为什么？因一世人。
拢无可能入去到内殿，伊是固定。入去到内殿有三种人，吼，第一种是皇长嘛，吼，皇帝的这个遐个后代会当去祭拜。第二个就是国会的议员会当去祭拜。第三个就是因的县市长交接时阵，吼，这个官员会当去，包括咱。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听好，臣民哦，啊，伊是国民尔，哦，国民袂当去，哦，所以讲，你若有机会，会当去伫遐，哦，行行看看，哦，啊，这是中战七十年，哦，今年的事。好，咱即个讲落吼，咱等来休困一下吼。伫2009年12月15日即天吼，习近平还阁是做总理的时阵吼，啊，迄阵中国的经济在转好，转好呢，伊即马透过即个有关单位安排吼，来甲天皇谈论一寡事件吼，啊，伊经过即个翻译吼，经过翻译。伫遐谈论24分钟，伊有讲安怎？伊讲啊，请问这个天皇吼，啊有一件代志吼，就想讲要麻烦你，你是毋是会当借台湾开一个价？哦，啊，阮真中国建立都真好，哦，你开一个价，哦，看几年，啊，阮来给卖的，哦，但是天皇嘛，伊透过翻译吼。伊嘛透过翻译，甲习近平讲，讲阮皇族啦吼，到伊即阵拄啊125代，第一代是新武的天皇，到即阵，阮皇族细汉无得卖物件，皇族啦，就是讲无得卖遮物件吼，包括台湾嘛无得卖，所以讲习近平。伊听听，啊，人毋爱卖，所以讲听无来当去啊。吼，即个当中是谈论24分钟，由即个谈论的当中，咱会当想到台湾甲中国是完全无关系。吼，迄是因为即卖的教育的关系，咱也是去甲亲戚朋友，吼，咱有影受到一个法律的洗礼了后，转去要来分享嘛，咱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伊，咱我拄仔讲过，咱受教育拢相共，伊会嘛甲伊问一句话讲，啊，中国敢客，哦，意思就是讲，伊敢要办安尼嘛，啊，其实是拢完全无关系，哦，恁若法律，恁一定爱看者，毋是讲呾伫初级班，哦，讲师、公务员、高级班，哦，虽然有较深。但是你伫这两个阶段，你无法度哈完全了解整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心态上好诶，哦，上策跟下策，恁一定爱看，看了有唔捌的所在，恁会当问恁的秘书，哦，还是啊副秘书，恁会当甲伊问，哦，啊若佫唔知影，就是伫这个。哦，上课当中，你嘛会当来看讲啊，我倒一个部分，我唔捌，啊，讲师有讲着，哦，这是足重要，吼、哦。好，来，咱即摆来休困10分钟，吼、哦。安尼吗？
顶级，安尼修炼哦，修炼，挡袂牢啊，那个地，对对对，修炼，哦，修炼，这条挡袂牢。
续哈，伫这个第二节课咱继续哈。政治的台湾，什么叫做政治？吼、哦，这部分哈、哦，以政治有分作两种，一种是名词，一种是形容词。名词叫做什么？譬如讲，哦，咱即马上这个法律的这个课程，哦啊，部分啊吼。有了解台湾的一个国际地位，但是咱回去，咱要分享和咱的亲戚朋友去了解。但是咱的亲戚朋友，有的人会甲咱讲：“哎，我歹势，我无咧插政治，吼、哦，想做拢相共，啊，我嘛着爱做到同阿只，吼、哦，拢会安尼讲。但是这种人。”咱该分作资源回收的，哦，咱讲的假巴旦是迄种人，因为咱是要让你了解讲，啥物话叫做政治，你爱去了解，并唔是讲叫你一定爱去参与这个政治。你若如果无去了解这个政治啊，就是像即阵安尼，哇，政治来了解你，安尼咱就足艰苦。哦，那叫你讲，啊、哦，我爱叫你浇水，我爱叫你去做兵。你敢知影，做兵是甲效忠有关系呢？中华民国，敢是咱的国家？唔是呢，咱是被占领的区域，哦，被占领区的人民不用当兵，安尼嘛是唔知道。所以讲，咱爱去了解这个政治。如果你若无去了解的话，就像我拄仔讲的，咱即阵一个月，哦，若上班上晚点啊三万块，迄就算足好个啊，哦，中等个。我对面吼，阮一个帅哥，今年31岁啊，就去年吼，讲起来31岁算。有若做晚婚啊嘞，啊还袂娶某，啊拢请小姐在嘞，啊一工我就甲问讲，帅哥，啊当时你食你的饼，伊讲哦，无法度啦，一个月啊20000几块，哦30000块，啊是要安怎娶某？外口真是足济，哦。啊，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你若像你甲想啊，大多数拢是全四段有留落来财产。啊，若无来讲像即阵少年个，家去拍拼，拄啊上班吼，安尼枵死。为虾米？我若敢安尼讲，你甲想讲一个月30000，两个阿母互你60000，60000也伫庄卡，吼、哦，讲起是。屏东遐较庄卡啦吼，一寡消费还 OK， 你若伫台北，莫讲到台北啊，呾伫台消费就好啊。买一台奥多麦，最近我买一台，阮迄细汉后生，几年伊敢知？伊甲我讲爸爸80000块尔。啊，进吼，都买公用，迄个光阳诶吼。爱是迄雅马哈，应该讲这两种较大台。我讲吼，敢会当无买二手的？吼、哦、啊，有一台啦，是一个小姐吼、哦，买一台 G6 的，8万，但是伊讲伤过重，伊无法度通徛，吼、哦，啊徛2个月尔，啊拄好有这个机会，我买一台6万。
你若想讲即阵的囡仔，大家拢爱骑摩托车，吼、哦，你若想讲即个景气就好啊，咱要安怎生活？吼、哦，啊，所以讲这是政治的一面。第二面，这个形容词，吼、哦，形容词是咱每一工拢会用到。为什么？以我就好吼、哦，我做一个例。阮厝有一台迄个洗衣机啊，已经17年啊，啊旧年歹去，吼、哦，迄是我娶某的时阵，阮丈买来给我的。啊，即摆歹去要安怎？哦，我伫遮，啊，阮太太讲，伊用手洗哦，洗一工也讲足酸的，讲也无好，礼拜一当去全国遐买，结果一台是19,900。哦，啊，即摆付完了后吼，伊、哦、就去共开，去共开迄个冰箱，啊，迄是四门的冰箱。哦，啊，我甲伊讲吼，咱物件买买好啊，等下，无去共乌白现。你如果若共现歹，你也共赔。啊，迄、那个服务小姐讲，买啦买啦，你尽量看，哦，遐还有足侪台去看。啊，我甲阮太太讲，我讲台湾民政府呐，即种吼，我会买足大台的。一台給你，啊你若熱熱吼，也可以拍開椅子裡面，吼，找一個來聊。啊結果，那小姐吼，聽著煞在笑，吼。啊因為這些物件，這攏是咱每一個家庭攏會用得到，吼。包括咱的手機嘛相同，你若像我三個囝，你若手機若 iPhone 了，那一台幾萬，等下出來。3-4万，啊，若三个就爱几十万个，吼、哦，所以讲这是一种个形容词，咱会甲伊讲用别人牌子，吼、哦，啊，若较俗个，吼、哦，较大量无出来，是比较会较俗嘛，啊，所以讲咱若较俗个时阵，咱来买，这是一种个形容词，咱每一工拢会用到，吼、哦，这是政治有分这两种吼、哦，来，啊，咱今仔去上课吼，咱。上阶段的这个收获，就是恁初级班，恁一定爱知影这两项，吼、哦。这样也让移转主管、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好办，这就是甲这有关系，吼、哦。咱知影这个 ROC 的魔都会选举对无？吼、哦，各样关系拢会当合并，吼、哦，台南啊、台中拢会当，但是为什么台北关系？袂当合并的原因，应该是台北县较侪人，对不对？错了，唔对，吼、哦。台北县市如果流亡政府，咱知 ROC 是流亡政府嘛，吼、哦。流亡政府伊流亡来是一个首都啊，台北市，就是台湾的首都。如果伊来会当合并，即全部都拢总会当合并啊。所以讲，伊爱去设一个新北市，是这个问题，吼、哦，这就是咱拄仔讲的，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如果伊来当就地合法，这都拢是啊，是不是？因是非常清楚，是只是咱无清楚，吼、哦，是安尼问题，吼、哦。这是流亡政府吼的定义吼。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袂当伫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吼、哦，记一个咧，法国伫这个二战的时阵，吼、哦，伊嘛是被德国战败，吼、哦，所以讲伊流亡伫伦敦，吼、哦，诶首都，吼、哦，叫做弗兰奇伦敦。比利时嘛相共，韩国，吼、哦，注意听我这个我来做全部的解说，吼、哦，韩国。伊流亡伫上海的首都吼，叫做克里亚上海。为什么韩国会流亡伫这个中国的上海？韩国伫1904年的时阵，伊将管辖治理权来交予日本天皇，吼，被战败嘛。啊，所以讲伊流亡伫中国的上海，伊皇帝还佫有这个领土的主权。我拄仔讲过，咱台湾头一届建立
主权的是啥物啊？日本摕嘛。但是韩国伊头一届建立主权是因韩国的这个皇帝，毋是日本摕嘛。所以讲，伊无韩国的领土的主权，只是讲战败将伊的管辖治理权和日本摕嘛管理的。哦，啊，所以讲，伫这个二战结束了后，日本天皇战败，所以讲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A， 哦，伊就规定将日本爱将韩国的管辖治理权来还哦，这个韩国。所以讲，韩国的这个皇帝那会将这个中国上海转移到伊家本身韩国的这个领土，但是伊这个皇帝伊嘛有这个领土主权，甲这个权力主权，这两个加起来叫做完全的主权，所以讲因会给咱独立，但是咱未当独立，因为咱这块的土地，要都是伫日本天皇的手，哦，这就是我等下落来要讲吼。过、哦、来，中国吼、哦、流亡政府在台北，唔是全是台北。伊整个原文是 Chinese is th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哈、哦。来，啊，这个简单啦，哈、哦。伊伫一节课当中，我有用十分钟简单的时间，哈、哦，甲咱做一个养生之道。咱平常时伫这个饭前有食水果的，请加收着。敢有人饭前食水果？有吼、哦。为什么他爱饭前食水果？啊，咱老师在讲教册，都嘛是欢乐吃水果。啊，即摆你吼讲这老师你讲的是讲饭前爱食水果，是为什么？吼、哦，咱来了解吼、哦。因为我是较爱食柠檬嘛吼，苹、哦、果，所以讲我用苹果吼、哦。啊，无水果无一定含苹果哦吼、哦，这是我个人了悟吼。哦三粒一斤，啊，买当食白啦，哦，买当食金蕉，哦，因为是安那，饭前爱食水果。你若像讲，咱对透早来讲就好，你睏起来，你就是300cc 的温开水，温开水知影吼？300cc， 你得洗喙洗洗，啊，甲伊啉落，啉落了后。你开始要食你喜爱的水果，就像我拄仔讲的苹果啦，吼，还是香蕉啦，吼，还是芭乐，啊，葡萄、奇果拢会使。食了后一点钟后，你才食你喜爱的早餐。你要食早餐的进前的头第一嘴，你就是该食啦。啊那我那食素要安怎？我建议食较有优质的物件就好。为甚物？爱叫你食肉的原因，总是有原因啊！吼、哦，因为咱的卫生，胃的卫生 pH 3.5， 咱的卫生非常高，吼、哦，比一般的养生搁较高。啊，伊有法度通啊刺激胃酸，啊、哦，卫生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的蛋白质真高，所以讲诶。分泌刺激于分泌胃酸，胃食道逆流就是卫生不够，不是卫生伤济哦，是卫生不够，无法度通消化物件。啊，你若卫生有够，你食伊个吼，就讲你猪肉食了后，不是叫你食足济啊，食几半斤，不是吼、哦，简单吼两、哦、三片吼、哦，还是食苦嘛，迄拢会使吼。食、哦、了后，伊分泌迄、那个。胃酸若有较侪，咱食饭啦、食蔬菜啦、食鱼啦，吼、哦，都拢会消化。啊，你若无消化吼，那话讲，哦，放屁足臭，迄话人讲，哦，你消化好，其实迄是消化歹，伫咱的胃内底无完全消化，吼、哦，啊，所以讲会较臭。你若正常放屁吼，会小可有臭香、臭香啦，迄是正常的。吼、哦，啊，咱即摆咧讲的是，你透早起来，啉温开水，食你的水果了后，
为什么他会叫你吃？因为咱人体内面有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氧化物，吼、哦，啊，伊会破坏咱血管内壁的细胞。啊，你若水果内面有含植物糖类，伊会当抗氧化。吼、哦，饭前食水果的意思是安尼来，吼、哦。比较看简单啦，吼、哦，咱知影全球将近70亿的人口，台湾就2300万人啊。吼、哦，既然三拢第一个，咱知影这三啥物啦吼？敢、哦、有人毋知？吼、哦，唔干净，糖尿病，啊个水湿吼，啊这拢甲这有关系吼、哦。所以讲，伫遮吼，我是奉劝大家尽量暗时你莫去食宵夜。啊，为什么？咱外国人人来看，讲吼，夭寿恁遮个夜市啊，规个足闹热，因遐拢无。我去日本去五转，去美国去一转，7:30，人就拢关家拢都在睏。为什么？迄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有这个现象。7:30，咱遮才开始在起锅个，开始路边啊，开始在摆呢。啊！你为什么拢门关到目睭，这就是无正常的国家大事啊！伊为什么他们叫你吃，请吃宵夜？咱的胃一定爱有休困。暗顿吼，尽量吃较少的蔬菜，吃较济。啊，你蔬菜若较济吼，伊肉消化较慢。啊，你蔬菜若较紧消化，咱的胃就会得到休困。哦，尽量7以前，咱就来用餐，晚餐就来用完毕。了后，咱若休困，还是讲你要运动吼，啊，啉一个啊，这个水，开水啊，哦，水爱加啉寡，一天正常差不多2000至2500cc， 以咱人体的血91.4%是水。来自于水，唔是茶哦，水，吼、哦，咱外口迄个饮水机迄个水，白开水，吼、哦，因为我伫遮讲，美国拢有咧搞监视诶，吼、哦，我唔是面对咱遮客观尔，我伫遮讲，就是全球70万人有咧收看，吼、哦，因为咱诶网站50万已经曝光，即卖伫咱诶 YouTube， 吼、哦，有20几万人咧收看，吼、哦，所以讲。在这你不要赌孤，你若赌孤哦，恁厝的人，还是讲亲戚朋友有看，哎呦，这个某某人，唔在上课，拢在赌孤尔。我伫咱第一教室吼，第一教室伫五楼，吼，第一教室的时阵，啊一个迄个女童星吼，伊坐伫，就是咧讲师的，迄阵较济人，第二位者，啊伊即卖吼有小可。闭目养神啊！啊，这边先生哦，我传赖来给你，你上课在打瞌睡，一错就对，你太真，啊，这人是很顶赖，吼、哦，老师讲拢知影。啊，我伫遮，咧包括遮讲遮法律，拢是爱正确性、正确的。以美国有三个单位啊，伫遮咧搞监视，从我讲的语言，伊就翻译到英语。因为我虽然是用台语发音来讲，伊遐嘛有台语，伊遐听。到底这个讲师到底是讲对还是唔对？唔对，我后礼拜我就唔讲了。哦，伊下来必须听。你这个讲师何必讲呢？伊几分几秒讲啥物话，伊拢知影。哦，所以讲，恁爱详细爱听好。哦，因为这个讲师每一个讲师所讲，拢是正确性。哦来，啊，这是 Seventh Sticker Treaty， 吼，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咱伫遮吼，伫初级班有，这我会较等下会做详细，吼，来做一个解说，吼。咱知影就是1951年9月8号，吼，这是签约日。1952年4月28号的晚上，吼，在一点钟生效，吼。来。现在这个最重要，最夯的就是这个，哦，
因为恁是初级班，我伫初级班爱互恁知影，到底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物货 ？G7 是啥物货？一般恁来上课，恁是有了解。啊，若一般咱若去甲伊讲，啥叫 G7？ 啊，就时报周刊啊，杂志这尔才有啥物货？结果是拢讲完全毋知。G7 就是。伊是伫决定啥物货，伊是伫做啥物代志，是伫计划啥物代志。哦，这些份就是七个国家工业领袖会议，这叫做简称高峰会议，等于联合国的缩小版。就是这七个国家决定的代志，每年联合国一定要实施。第五个月日，顶个月五个月日二七，高峰会为什么？伫这个，咱有四个配曲哈，就是伫82页内底，啊，82、83、84、85这四个配曲，82叫做啥？台湾人甲我们，台湾人的政府。既然伫高峰会议介绍这七个国家的领袖了后，的隔壁页就出来了。台湾人的政府为什么？咱是这几年来、近十年来的努力打拼，哦，得到这个国家、七个国家的领袖的认证，甚至咱的。第一样得分的时阵，外人看卖，啊，这开始来引导有啊，你甲开看卖，中国有钱无？中华民国有钱无？无可能，通啊！伫这个知识文，这个专刊，这是专刊，一年伊当出一届尔，啊，伊所决定的代志，毋是伫这两天决定的。这两天无可能决定这么侪代志，伊的前提作业，伊半年前伊就爱讨论这个代志，讨论好，这两天咱大家吼印一挂专刊，吼啊一挂记者，吼采访，咱是经过费偌侪精神甲金钱，因为台湾民政府是真诶，毋是假。外口遐所讲的讲啥物咧诈骗集团，遐咱莫甲听。诈骗集团既然会伫 G7 内底刊登，诈骗集团有可能伫去年的1115大游行，遐拢诈骗集团，啊警察遐毋敢来抓。你想安尼，作成你有去讲讲着安尼吼，话人想啊想无呢？所以讲，伫 ROC 内底的教育成功就是安尼，这都是甲教育有关系，吼、哦。啊，所以讲就是即马咱爱慢慢，按即个法律的困难度是伫遮，吼、哦。这个知识分，包括会当予中国，吼、哦，习近平开国安会议，包括蔡英文伊的内政部内底，伊嘛知影讲，哪有可能台湾民政府会上？知识分的专刊，因安怎想都想袂到。包括我伫民进党25年以上啦，过去有头啊，拄啊加入的时阵，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咱听了足爽，咱嘛足想要独立，要有家己的国家。结果咱一路行来，到1999年的时阵。哦，伫即个民进党内底，伊即决议文就是由林卓水改改的，改做台湾是即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安尼就死啊。咱过去咱都唔知，戆戆一直行，后来来迄个抗争，后来游街，像我这嘛是用讲的，天十将，哦，安那虽然啊，我是无足出头。但是我是拢冷静咧思考，因为外来的政党
伊无法度，咱看袂着方向，咱看着袂理，无去看着这个目标甲理想。但是中华伫2011年，吼、哦，到已经将近5年啊，吼、哦，佮几工就5年啊。我安尼行着这条路，我才知影讲，嗨啊，过去遐行拢唔对去。你有迄个目标啊，但是你唔知要带咱带去对啊。哦，啊，咱伫10年必须经的辛苦的当中，10年就是得着这个成果。哦，所以讲我一路拢非常的坚持，因为台湾民众是真诶，但有惊假，你惊若是假，就无惊遐人。哦，这个 idea 恁若想，这是一个逻辑，恁想就稍微要知影。哦，啊，虽然咱这个人数较少，无要紧。但是咱就是按照这个法律，你搁一个两个，咱嘛是爱讲，恁知影，是你一定爱去了解咱这个地理到底是安怎来，这上重要吼、哦。啊，所以讲这知识分是非常重要，是咱今日拍拼努力的成果吼。来，咱简单啦吼，咱拄啊，迄个是台湾人到的。是台湾人的政府，吼、哦，这是国际上甲咱认定的，啊，这嘛是发生伫迄个时间点，吼、哦。林作言嘛证实，吼、哦，伫 WHA 简称 Chinese Taipei， 哦，中华台北，即嘛目前就是乡政府，台湾人的政府。哦，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台湾司法局的，甲中华民国的政府，即嘛是双政府、双政府，哦，所以讲咱个车，哦，这个汽车，哦，有挂安排，这是合法性的，哦，因即嘛警察拢知影，讲啊，这监狱站，然后已经有发文呼应。安排是合法的，哦，伊即摆要甲咱骑是骑即个白牌，惊咱无去保险，即个问题尔，其他咱拢是合法，合法性，吼、哦，拢是合法性。啊，即摆即是你甲看伫遮，伫即个世界卫生大会，吼、哦，伊所讲的就是中华台北，啊。伫 G7 吼，伫这个高峰会议嘛是国际认证，咱就是台湾人的政府吼，即嘛就是双政府吼。来，这个是上重要。伫恁高级班，恁嘛会去上着；啊，伫初级班，我予恁一个概念了后，恁若伫高级班，哎，安尼我伫初级班我有上着，安尼恁真紧。恁的记忆力内底，恁就知影讲，哦，台湾记地理是安尼来，哈、哦。啥物叫做主权？哈、哦，三问题。主权等于就是权力加名义加主张加义务，哈、哦，咱做一个说明，哈、哦。主权等于主导权，哈、哦，三问题。power，这是一个主权者，就是我拄仔讲的头一个建立。伫即个土地建立，即个人就是一个主权者，伊所建立的就是权力的主权，吼、哦。啊，若完整的主权，等于就是权力主权加领土的主权。我阁有讲到韩国的一个例，韩国伊即个国家头一个建立主权的，就是韩国的总统，啊、哦，的皇帝建立的，所以讲伊有即、這个。管辖治理权、啊、就是